大家早安啊，我们每天都起得好早在搭游览车。这边。嗨，我是 Amy， 今天我们来到薄荷岛最夯的行程，就是要去与鲸鲨一起游泳。这里就是鲸鲨的那个可爱的造型，他把它画得好可爱哦。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等待区等候，需要排队。这个行程大概1500菲律宾币，大概900多台币。这个行程已经包括在我们的团费里面。他有介绍要距离鲸鲨多远，不可以碰到鲸鲨等等这些规则。碰到鲸鲨是要罚钱的。哦，还要在这里坐一下。我们现在呢，都先坐在这边休息，然后要排队，等一下才可以上去。这里就是要上船，然后去看鲸鲨的地方。它是用划船的模式慢慢的划过去，大概50公尺。划过去之后就可以就是跳下水去跟这个鲸鲨一起游泳。这个地比较不平，小心。这个路不是很平。它这个需要涉水，对。这个不是很好走，它不太平。我们要坐哪一边？两个，这边。啊，我们要那边。啊，我们跟阿公他们一起。好。对，要小心。这个它有的是那种海藻类哈，所以就其实还蛮会滑的。这时候感觉穿溯溪鞋比较好。对，它那个溯溪鞋，那个抓地力比较好哈。哦，它是坐在那个板子上的。来来。下一场吗？呀。啊！哈哈哈哈哈 ！Heavy， 啊，然后他要在前面滑，这个好特别啊！人力的呢？对，他说滑个50公尺，他滑得很卖力哦。当然重嘞，对，这个平常要有在练。人伊靠这里食饭呢？哎呀，专食饭碗。他每天这样滑都不用运动了，每天的运动量都够了。真的哦。嗨，唱歌唱得很开心，对哦。对，他有唯一个这种范围，所以可能就是在这个圈圈里面，然后就可以在那边游，应该这样就看得到鲸鲨吧。OK， 嗨。阿德罗。OK。今天这个太阳很大，对，很晒很晒。等一下就会有那个鲸鲨过来，游泳健将等一下会下去帮我们拍。他在那边喂他，我立刻背起来了。原来是艘船，他就是在喂那个。傲气啦，傲气啦，一边摸气一边来，真好卖力。有他在他后面。謝謝那你跟我走几公尺？可是这样我们看起来就不小了，有小幅的。哦，对，他来了，他有浮一点点起来，你看。嗯。有，你看他的头在上面。有。有，他过来了。有。他嘴巴好大哦。哇。哇，好可爱哦，他嘴巴好大。三公尺了，两三公尺了。哦，不止哦。三公尺啊！他一直跟着这个船呢，对，他一直跟着这条船呢。他有在喂，他一直喂他吃。哦，你看，哦，那味道好重哦。哎，对，鱼腥味。这个鱼腥味很重。喂呀，你肚子还饱不？所以他游的比较慢，可能因为他比较大，所以他游的比较慢。有了，他嘴巴好大、哦，嘴巴好大哦，啊，看到，眼睛很小，可是他嘴巴好大哦，
眼睛很小，它的构造就是这样，因为它不是靠眼睛的，眼睛小哈，视力就不好。它不是靠眼睛的，它是靠鼻子跟嗅觉跟触觉的。它一嘴张开就好跑跑跑，所以它不用靠眼睛。对，它不用靠眼睛，可能它是用嗅觉吧，它会闻到那个鱼的味道啊，然后它就喂它。这些游客也都跳下来与金鲨一起游泳，不过我只是坐在船上欣赏而已。现在来看看这个金鲨在海底的样子，好漂亮，好壮观哦！可以有这段宝贵的影片，要感谢我的侄女 Maggie， 她潜水下去与金鲨一起游泳，拍下这么美丽的影片。一艘船30分啊，他有说啊。对，现在要慢慢划船回去。交通的是感动，很感动，真的。现在是一个人在后面，那一个人在前面。shoes， 现在大家手忙脚乱在下船中。我们现在已经涉水连续2天了。这个阿公还好吗？比赛啦！搞一百分，就厉害！一百分，慢慢行，伊嘿过咯。我姑姑超厉害的，她92岁，然后还可以跟我们一起做这种爬山涉水的行程，真的超强。这里还有卖吃的，前玩饿了可以吃。他们还有那个卖那个泡面，这里应该韩国人很多，你看他们很多韩国泡面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跟着我一起爱生活。